们来看一下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文身上的衣服。先看就是刚才 Pink 帮他改过的妆，强化了他的这个唇部。其实同样就跟衣服上面的图案一样，会切割了他的脸，就让他的脸绝对不会是这么大一片的肉。然后呢，拉长的眼睛其实让脸型看起来变三角。对，拉提起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透过了。我们刚才批评他，救了他的头，他的卷发。其实你知道，就是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复古哦，像你这样，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，很多人就故意烫成这样，然后加一个大发箍，对，或者是你还可以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前面的刘海拉出来，绑一个大发带。对了，对，所以就是前面就是 Cindy Lauper、Madonna 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。其实你这个头发烫对了 ，Yes， 恭喜恭喜。谢谢。有些时候，如果你的脖子够长的人，这样子再加大耳环，哦，好看，超复古的，好看。所以你可以透过就是这样子的玩法，其实我觉得他烫头发也是有一个好处，是让他的脸的比例看起来不会觉得那么怪，因为他之前直直的时候就真的变成就是贴了海苔的发包，会比较像贴了海苔的发包，所以他这样子我觉得反而要去改造他的空间会变大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给他穿的就是甜美摇滚 Sweet Punk， 透过的不完全就是那一种好像很破很烂，然后感觉会臭臭的衣服，不是，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有光泽，都有光泽。仔细看他的这一件 oversize， 今年很流行这种 oversize 的牛仔，这一件 oversize 的牛仔，你穿。女生穿男生穿都可以，他可以穿我也可以穿，所以今年有很多衣服好省钱哦。对，你可以找你老公男朋友都可以穿的东西，两个一起 share。但是他这件比较特别是，你看他这个口袋，有个很漂亮的绣花，对，绣花在上面，只有一边哦，对，它只有一边，它只有一边，所以就看你男朋友能不能接受。包包的，对。然后这样子的 oversize 的东西配上了这一个点点的透视蛋糕纱裙，它每一层是用不一样的点点纱去做出来，但这里面已经你一定要加 legging， 因为它是完全透明的。它是完全透明的。但这种透明的好处是因为我要建议就是说比较肉的女生，如果你想要做这样的风格，像 Pink 一样，她也是穿这种纱裙，对不对？你们的纱不要挑太硬的。因为太硬的纱就是那种公主纱，公主纱如果你上身没搭好，反而会觉得自己像一个行动的灯罩。所以像这种今年很流行这种软质纱，它比较垂的，对，它是垂的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它出来的时候，不会觉得它是胖胖的，反而它是一种风格，因为它的身形变成了一种微茧型。它还是窄窄的，对，它还是窄窄的，因为它的肩膀其实很吃香，它不是很宽的肩膀。然后呢，我们里面帮它搭上的是，你看一个星星的 legging， 上面有图形星星的 legging， 小心机。对，然后呢，一个这种横条纹的袜子，那会觉得它瘦了的原因，最重要是因为把鞋子垫高了。很瘦，对，把鞋子垫高了，修长，视野不太一样。是，然后里面这一件，我先把你脱掉好了。里面他穿的呢，它一样是有金属光泽感的。然后这件 T 恤，它的前半部是比较像这种丝的材质，然后透过了金属光泽的图形，它不会让你看起来很沉闷。然后它背面是，它是前短后长，后面是棉质的。它后面是棉质的，所以这样子整个搭配起来，就觉得它不会是胖胖，它只是有风格的感受。用眼线与假睫毛强化眼睛效果，鲜红色唇膏凸显唇形，让五官变立体。再搭配 oversize 牛仔绣花外套与点点透视蛋糕纱裙，最后穿上增高鞋拉长身形，后片人也能变成摇滚甜美女孩。